来啦，这个野生缸开缸了3天，我来把它记录一下。哦，拢着病呢。这叫做什么大凡什么什么粒粒啊，什么骚啊？这种听讲井水甲咸水拢会当活的，迄有老人甲我讲的，拢破鳍啊！即马剩只细只的无？细只较健康一寡，啊，目前内底即只，即什么鱼？我面看真饱呢，面啊足饱呢，我都想要甲这海藻哦，甲囥落我的竹竿的，你毋知？啊，互伊那咧水草安尼啊，这是有遐叫树遐呢，弹涂鱼啊。哟，遐咧个草呢？哟，遐在草滩呢？嘿，虾子在草滩，啊，迄边有伤口咧，喏。这不知到底用什么药啊落去头？还是该加温啊？赞成，搁买一支加温棒，刷加温紧嘞。伊啊，伊这嘛毋知是，摆一定是受伤，伊原底身体有一扑一扑，到尾啊，后来把它弄好了。我先来看一下，看伊个特写。我目睭看啊真饱呢，因为看我去看身骨先红亮了，白龙血开始养龙鱼了，安尼，身躯骨有这斑点。白龙学做鱼的医生嘞，这做大凡的上面什么烧的，你看这鱼鳍都烂的。这只另外一只，用看小，用看小，我大概记录一下，我看这身躯这球球到底是安怎的。啊，掠起个烤烤的话，这个烤掉毋知有效无？赞成掠起烤掉，煞烤掉去呢。这个白龙穴野生缸，这孔雀蛤的，啊，这个直接，记录一下。哦，这个买那看了做三杯土山，那看了真好食呢。这是要做三杯哦，赞成做三杯刷三杯，这种也是三杯起来好食。这鱼生病哎，但我感觉较好啊，前几天佫更愈严重。好了，做个定期记录一下，水哦，那青菜开开偌水的。